掉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边全部都是油。为什么那么油？因为你偷吃，对不对？你把妈妈中午的便当全部吃掉，对不对？看这里，你看你这边全部都是油，全部还可以受刑。你今天晚上要去夜店吗？你要这些造型干什么？你需要定型干什么？